指使如月的人才是真正棘手的家伙，难道如月想对抗自己的师尊？这不是有违伦理吗？尔虞我诈的修真界是没有什么师徒情谊的。如月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师尊修行的吧？我以前住在一个小村庄里。不愧是我女儿，力气真大。爸爸，便当准备好了。今天和朋友玩的时候，别把衣服又弄脏了啊。怪力女再怎么装乖，也不会有人跟你做朋友的啦。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。太得意了！我的朋友才不像你们这群小屁孩，他可是很厉害的，也是最温柔的。你等着，我爸是尼高，他会收拾你的。就能好了，那药就放你这里了。当初在森林里发现你的时候，还以为你快不行了。这些都是我让爸妈为你做的，营养又美味，填饱肚子，身体才能好得更快哟。来，尝尝。伤好以后，你要快点修炼成人啊，那样就能陪我说话了。我要带你下山，让大家看看我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。那时的我相信，我们会是永远的好朋友。然而，
太准了，连我家母猪刚生小崽儿，五只纯色一只杂毛都一清二楚，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老神仙呐。是啊，连我们家老王外面有人，而且还是邻居家媳妇这样的事都说得分毫不差。是啊，太厉害了。你就是个算命的，胡说八道。没什么，老夫云游至此就是与大家有缘，有任何问题都可随意提。小友留步。仙人，我劝你别和那女孩扯上关系的好。小友，是啊，你的体质特殊，如能随老夫追寻着天地之道，好烦啊！我今天还没给阿叔送饭呢。他是真会开玩笑，这娃子脑子不灵光的，就是力气大。整天哭丧着脸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如何选择，小友自己决定。不过老夫多说一句，那个蛇妖，小友最好别再接触。什么？否则就在今晚，他会让你失去一切。什么失去一切？我才不会相信那种江湖骗子。阿蛇，但终究无法阻止他的报应。先生，我命不久矣，那蛇妖逃回森林里了。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友，你难道想枉送性命不成？蛇妖背叛了我，杀了大家，我要报仇。哎，老夫来晚了，没能来得及阻止此妖魔屠村。小友，你是村中唯一的幸存者，不可再送了性命。滚开！月圆之夜，蛇妖狂性大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样吧，此乃法宝离火，带上它可斩除此妖。
的运气。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是你先背叛我的，是你杀了大侠。拜老夫为师，踏上仙途，这样你的心就不会再痛。难道成为神仙就不会痛苦了吗？修仙者即为无情之人，无情之人一心向道，自然不会有痛苦。弟子如月拜见师尊。就这样，我跟随师尊修仙向道。可是后来，在和师尊一起修行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师尊在修炼一种嗜血魔功，以助自己快速提升修为。甚至，他看我的眼光也渐渐不同，就好像狩猎者在审视猎物的眼光。如月，你是说这种魔功吸食普通人血有助于提升修为，而吸食修真者的血则有助于突破，所以修真者的血是师尊修行魔功的大补之物。这么说，他杀掉我们作为补品的话，就会突破成为结丹后期的大能之辈。山风传来了远方的
寄语回荡在村庄寂静月夜里，雨色而聆听悠遥不可及，拨开层层云雾星芒，凝成晶莹的水滴，少女的声音掠过层叠的丛林，牵着枝桠细细去找山洞里藏着多少秘密，心见到萤火相互依偎的身影，愿你如那月明，而我化作天边繁星，在